让王凯自己来介绍一下，他对自己饰演的这个角色又怎么看呢？我觉得夏远忠诚、勇敢、适应性强，也希望通过这部戏让大家能够多多了解这个警种的，他们平时的这种工作和他们存在的意义。哎，大家对于王凯，因为你们跟他都有对手戏嘛，你们怎么看？他歌唱得好，先夸的是一个演员，歌唱得好。我认识王凯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，不是是综艺还是一个？是一个晚会上啊，我听他唱歌，我说哟，这小子声音条件挺好的，对，然后歌唱的也挺好的，音也挺准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哎，这演员挺棒的。然后呢，没多久，然后就跟他就合作上了。我没想到的是，王凯的英文特别好，这个是我们在出国境外追逃的时候，他完全体现了他这部分的优势，语言优势。对对对，背英文台词背的贼溜，极其的快。其实我们在现场每天都是欢乐不断，笑声不断。胡军老师就是那种，一本正经的搞笑。对，王鸥他比较爱做饭，做完菜之后，我也会顺道蹭那么几口。做还挺好吃。